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ello, you're listening to Chinese Pod. I'm Jenny. I'm John.John, 今天我们 Upper Intermediate 高中级课程呢，要看一下信用卡。对，信用卡在中国，很多人都有，是吧？嗯，可是在中国呢，好多人不会把它当信用卡来用。啊，这怎么说啊？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你用这个信用的话，是超前消费，超前消费。Yeah, so that's something like pre-spent expenses. 没错，就是你还没有赚到的钱你已经用了。超前啊。Ahead of time, 没错。Super ahead of time. 对，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呢，就会听到一对夫妻，他们两个对信用卡有不一样的意见哦。嗯，好。老婆，我们还是申请一张信用卡吧。不是说好不申请了吗？家里收入开支都挺稳定的，根本用不到。怎么会？现在出去住酒店都要用信用卡做担保。再说了，我们又不会乱透支，就申请一张有什么不好的？你现在这么说，等有了卡，你肯定把卡刷爆，买你喜欢的电子产品。你当我这么没自控能力啊？而且就算欠款利息也很低的，只有万分之几，那才多少钱？你少蒙我了，我也上网查过了，那是日息，不知不觉就累积上去了，到时候还不出钱，欠银行一屁股债，变成个卡奴，看你怎么办。被你说的好像跟高利贷借钱一样。我不也是为我们俩着想吗？你老说想去欧洲旅行，有了信用卡我们今年就能去，一般银行都有20多天的还款期限，不收利息的。你这20几天能变出几万块钱还银行？我们赚多少花多少，多余的部分再存起来。超前消费我心里不踏实。哎呦，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钱每天都在贬值，存钱根本就是一种浪费。你能接受贷款买房，为什么那么反对办信用卡？正是因为要还房贷，所以我们更要小心花钱。反正我不同意办卡。那我自己去办，一点小事儿就那么大惊小怪的，真没劲。好啊，你去办，以后有事自己负责。那前段时间大家都在看奥运啊，这对夫妻也一样。对，那我们还是看看他们两个的对话吧。那妻子不同意办信用卡，就是她觉得家里的收入和开支都很稳定，所以不需要用卡。那么这个开支是 expenses？ 对，就是你花出去的钱，这个叫开支。家里的开支。对。什么都包括吗？对，只要是你用的钱，你花的钱都是开支。OK。好，那其实我自己呢，信用卡用的最多的就是住酒店的时候要做担保，做担保。Like a guarantee. 对。It's like a deposit, but they don't swipe it unless they need to. 嗯，没错，这个叫做担保啊。那下面这个词啊，是信用卡里面应该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对，而且跟英文有点不一样。哎，我们叫透支，透支。那么透支 ，direct translation is overdraw. Overdraw.就是你没有这个钱，但是你花这个钱。哦，对啊。But the word overdraw in English is associated with checks. 啊，所以在信用卡里面你们不说 overdraw 吗？ Right, or debit card. 哦。But if you're using a credit card and you don't have the money, you're just using the credit card. You're not overdrawing. That's credit, yeah. 哦，可是在中国，只要这个钱不是你的，不是你放现金进去，我们都觉得是透支。Okay, overdraw. So that takes a little bit of mental adjustment. 对啊。You're not overdrawing, you're just using credit. 是。那么透支的下一步呢，就是你把卡刷爆了，你已经超出你透支的这个范围。刷爆就是 max out your card. 对。
这中文 exceed your limit. 没错，中文很有意思啊，好像这个卡会爆炸，会 explode 一样 ，max out， 所以是刷爆啊。嗯，那有些没有自控能力的人啊，用信用卡真的很危险。自控能力 ，so literally self control ability. 对，就是自己控制自己，自我控制的能力啊。嗯，自控能力。那我们刚刚说透支。其实透支的话呢，就是你欠了银行的钱，或者说欠款，欠款。Okay, owe money. 嗯，也可以说借款是吧？嗯，没错。还有还款。啊，对，这是几个概念啊。嗯，欠款，然后借款，还有还款。嗯，那么你欠款了以后呢？当然就要付利息。这个利息在中国啊，是每天万分之五。万分之五，对，在对话里面他们说的是利息很低，只有万分之几，万分之几。那么万分之五就是百分之零点零五是吧？应该是吧，我数学很差，我相信这样。但是这个是日息，日息。 Okay, so that's daily interest. 对， compounded daily. 嗯，那我们也可以有月息或者年息啊，都有啊。对啊，那这个老公就说，哎呀，利息很低的，对吧？只有万分之几。那他太太就说了，你少蒙我了，这个是日息啊，你少蒙我了。Like, stop trying to pull the wool over my eyes. 对，这个蒙字面上的解释就是你刚刚说的。Blindfold. 对，但他的意思就是骗，你不要骗我了。Don't try to put one over on me. 嗯，那日息虽然很低，但是不知不觉就累积上去了，对吧？不知不觉就累积上去了啊，这个是成语吗？不知不觉是成语，但是特别好懂，我觉得。是啊，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成语啊。Like before you know it. 对。Kind of unconsciously, but not exactly. Before you know it would be better. 嗯，对的。那么累积就是说一点一点的加上去。Yeah, like accumulate. 是。累积。哎。所以不知不觉你就会欠银行一屁股债，欠银行一屁股债。Alright, so let me get this straight. You owe the bank a butt of debt. 英文可以这样说吗 ？A buttload, we say. 哦，那中文也差不多啊，欠一屁股债。一屁股债。对。那么现在屁股也可以做量词啊。只有放在欠钱上面啊，这个欠一屁股债呢，是一个挺固定、挺常用的说法。还有一屁股什么东西？其他一屁股不多了，但是你这个欠钱的对象可以变，比如说 John， 我欠你一屁股债，嗯，然后你欠 Amber 一屁股债，那当然你欠了很多信用卡的债呢，就会变成一个卡奴，卡奴。那么这个是奴隶的奴，嗯，对，不是奴隶，是奴隶，奴隶就是 slave， slave， OK， so card slave， 对，卡奴，嗯。那么还有什么奴呢？有房奴，然后车奴。So slave to your house, car, 对 credit card. 对，基本上就是你要还钱的这种都是奴。嗯 ，OK。嗯，那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特别的恐怖啊，就是高利贷。高利贷，当然银行不是高利贷啊。High interest loan. 基本上是那种不合法的。Like a loan shark loan. 对，可能这个日息是10%，然后你不还，他会把你杀掉。这个就是高利贷。哦，高利贷啊！那今天丈夫他为了劝妻子同意办卡呢，就说：“哎呀，其实我是为我们两个着想，为我们两个着想。”着想。嗯。So that's like consider. 对，就是说我是为我们两个好，我是为我们两个想。为谁着想？对、okay ，就你是为他好，为他想。这个着就是折这个词。对、嗯，也有人说着想、哦。日常生活中你也会听到着想。OK， 是一个字。嗯，是的。那现在的信用卡呢，其实都有是差不多一个月或者至少20多天的这个还款期限，对吧？不用利息的还款。还款期限。嗯。So that's like the time you have to pay off.Your credit card without having to pay interest. 是的。Sorry, I don't know a shorter way to say that. 这样你的信用卡还款期限是多久？20天左右吧。哦，我不太清楚。好像比较标准的都是这样。我知道每个月22号之前一定要还。
哦，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会去用那个 credit， 我从来不透支，因为透支的话我心里会很不踏实。啊，不踏实，不踏实，对。那心里不踏实 ，that's like anxious。对，就是很紧张，就觉得有一个事儿老要想着。啊，心里踏实 is like to be at ease, right? 对。啊，不踏实 ，anxious、嗯。是的。但我觉得今天丈夫他的想法也挺对的啊、哦。他说，超前消费也没什么不好，因为现在通货膨胀很厉害，没有必要存钱。啊，等一下，通货膨胀。嗯，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普遍的都提高。Four characters just to say inflation. 对。通货膨胀。是的。嗯。什么东西都膨胀了啊，这个物品的价格都高了，这个叫通货膨胀。其实也就意味着钱是在贬值，贬值。So 贬值 is like losing value. 对啊。你知道我奶奶她30年前就存了2万块钱，然后到现在这2万块钱已经不值钱了，所以就告诉我值钱啊，值2万块啊。可是30年前2万块可以干好多事儿呢，对吧？钱在贬值啊。Wait a minute, what'd you do? Stick it under the mattress? 你怎么知道？你去过我奶奶家吗？是吧？对啊，还有人放在那个马桶里面，这有点危险啊。好，那我们今天最后好像丈夫和妻子有点不高兴啊、哦。这个老公说，哎呀，不跟你说了，这么小的事儿你就大惊小怪，大惊小怪。So big surprise, little strangeness. In other words, making a big deal over nothing, making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哎，一点都没错，对，很小的事儿反应很大，就叫大惊小怪。嗯，今天非常精彩的对话，我们再去听一遍。好。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 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3 months? Or D, Chinese 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The correct answer is C, 3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 Get the Chinese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Wife.我们还是申请一张信用卡吧。不是说好不申请了吗？家里收入开支都挺稳定的，根本用不到。怎么会？现在出去住酒店都要用信用卡做担保。再说了，我们又不会乱透支，就申请一张有什么不好的？你现在这么说，等有了卡，你肯定把卡刷爆，买你喜欢的电子产品。你当我这么没自控能力啊？而且就算欠款，利息也很低的，只有万分之几，那才多少钱？你少蒙我了，我也上网查过了，那是日息，不知不觉就累积上去了，到时候还不出钱，欠银行一屁股债，变成个卡奴，看你怎么办。被你说的好像跟高利贷借钱一样，我不也是为我们俩着想吗？你老说想去欧洲旅行，有了信用卡我们今年就能去，一般银行都有20多天的还款期限，不收利息的。你这20几天能变出几万块钱还银行？我们赚多少花多少，多余的部分再存起来。超前消费我心里不踏实。哎呦，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钱每天都在贬值，存钱根本就是一种浪费。你能接受贷款买房，为什么那么反对办信用卡？正是因为要还房贷，所以我们更要小心花钱。反正我不同意办卡。那我自己去办，一点小事儿就那么大惊小怪的，真没劲。好啊，你去办，以后有事自己负责。Alright, so Jenny, we gotta ask you about something here. 什么？
traditionally, Chinese people save up a lot of money, right? 是的，我们会存钱。I think that affects how they use credit cards too, right? 对，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比如中年人，我爸爸妈妈他们的信用卡就好像一张这个 debit card， 像一张借记卡，就他们会往里面存钱，他们从来不会透支。那为什么不用银行卡呢？但是信用卡有的时候你比如出去住酒店嘛，就它有这样的一些用。或者是国际。哦，你出国的时候没错，对，可以消费。那其实我的思想，我的这个金钱的思想也是很保守的，所以我和我爸爸妈妈用法是一样的。一样的？对。哇哦，我是会透支的，但是每个月都会还，所以我不用还什么利息。那你为什么不用你已有的钱呢？因为有时候我会网上用。哦，对。或者是有的地方也可以用信用卡，我忘了。有理由的。总之有信用卡干嘛不用呢？而且紧急情况也可以用，对吧？对，一点没错。那我觉得每次学到这些跟钱啊跟金融理财有关的都有很多专用的名词，所以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请到 ChinesePod.com。Yeah, come give us your questions and your comments. We're there for you. 对，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好，今天时间就到了，我们明天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986.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0986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0986.